我是极客小编，欢迎大家继续收看这礼拜的极客 Live Show 哦。这礼拜周末啊，就是万圣节喽，大家有没有计划要去参加万圣趴呢？如果还没有活动的人，可以邀请你的朋友们一起来极客车站里面庆祝万圣节喽！赶快跟小编一起打扮成死神或是女巫的样子，带上你的镰刀，就团找你的好友一起来感染模式躲猫猫吧。那在万圣节当中呢，除了可以跟朋友一起在极客车站里面投任外，小编呢、今天也要邀请大家一起在弹珠射手中组队打王喽！想跟小编一起打极客枪战或是弹珠射手的粉丝们，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节目哦！那就赶快开始今天的极客 Live Show 吧。那今天呢，因为是今天因为是万圣节特别企划，所以小编今天打算要每个模式都跟大家玩过一轮哦。那第一场，首先呢，我们先来打歼灭模式。那今天我们选择的场景呢，是末日方舟，也就是大家很容易迷路的场景啦。不知道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那现在小编要去公屏上面邀请佳佳的好友喽。那大家准备好了吗？赶快记得按加加喽！哦，是谁说小编好胖啊？我看到喽，那个是谁？星，还有那个是那个字怎么念啊？好，大家想要跟小编一起同乐的，记得赶快按加加喽！还有两个名额，我们来看今天会谁跟小编一起来打今天的第一场呢？大家都准备好了吗？再来一个。一个人也可以走，赶快等你喽！按确认吧。看起来是不在位置上面，有点可惜呢。OK 了，那我们准备开战喽。好的，那这礼拜就是万圣节啊，有没有看到路上其实到处都布置的非常的有万圣节的气息？那当然，我们在极客枪战的游戏里面也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疯狂的过万圣节哦。那不知道大家把装扮都已经装扮好了吗？那因为这几个礼拜就是小编就是为了要应景，所以都故意开这只男角出来，然后穿上死神的衣服跟大家一起同乐。那当然就是有些女生还是会希望就是穿得漂漂亮亮的啊，所以也是有女巫装可以提供给大家做选择哦。好，那准备开始喽，来看一下。第一场，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子的对手呢？来个人吧，大家都躲起来。哎呀，这场不是感染模式，不要躲猫猫喽！哎，不是我们自己的队友哎，在哪呢？在哪呢？安安哦，南海霸王，看过来，一个人也可以走。你是说要让小编加你好友吗？可是小编就是通常会把这一半已经打过的好友，就是先 先删除。Headshot！ 哦耶，一次两个命中两个，哎呀，被打死，不能实在是太得意忘形了，竟然被无名的杀人魔给打死，果然是杀人魔啊！好，没关系，复活之后还是好汉一条哦。加油加油！现在目前6-1哦。都是我们队，哎，这边可恶，你穿的太保护色了吧？我刚一开始没有看到你，这么厉害啊！我本来以为我可以先烧死你，结果还是先被你打死了。南海霸王，看过来，不错，大家第一场感觉都蓄势待发，有模有样，有模有样的。哎呀，你看看 ，Attack terminated， 突然就看到有人已经在旁边 help。Well done！ 哎呀，太棒了 ！Well done！ 满枪 ！Nice shot！ 看来还是小编最犯规，加油！现在15-5，我们的对手也要拿出实力来喽，可别放水喽！我知道你们都很想要，就是垫小编，所以 Nice shot！ 进来就是趁这个机会来垫小编一下吧 ！Nice shot！ 哎呀，救命！就我又被南海霸王看过来给打死第二次喽。那个啊，对啊，然后啊，就是要提醒大家，因为十月份已经接近尾声喽。那我们十月的签到活动，也就是每天签到就是玩一场啊，就可以拿到宝箱的活动。那里面是可以拿到摇滚史密斯跟 MacFly 还有转蛋币的。所以啊，就是如果想要选这两把枪的玩家，要记得就是把握。哎呀，可恶！竟然趁我在跟大家介绍活动的时候偷偷的偷袭我。好啦，结果又是南海霸王看过来。好的，现在目前是21-11哦。
好，那刚才小编说到一半，就是反正十月的天天登录打一场的活动啊，只要你参加，你才有机会可以拿到准弹币或者是免费的商城枪哦。好，然后看起来对面一堆敌人都解决掉喽，加油加油！耶、yeah, ，Excellent， 太好了，报仇喽！南海霸王看过来 ，Headshot， 耶、oh, yeah. ，Well done。目前是27-40。Well done！ 是你 ，Nice shot！ 嘿 ，Headshot！ 小虎救我，太可恶了！你们真是说团结力量大。这时候就知道，就是团队默契跟团队合作的可贵啦。又被无名的杀人魔给打死了。不过目前现在小编这一队是领先的状况哦。加油！目前现在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来来来，哎，结果。后来异常的发，就是意外的发现，就是这一场的玩家好像都比较沉默寡言哦。因为之前其实小朋友邀请大家进来，就会发现大家都会在游戏里面然后聊天。哎呀，可恶！所以大家其实是想要专心跟小编打嘛，就是这个礼拜大家比较不想聊天嘛。好啦，没关系，不过就是希望就大家进来同乐，就是开开心心的啦。那也不一定说一定要打字还怎么样，对啊。现在目前已经38-21喽，加油加油！剩下24秒喽，哎，那边有一个敌人耶 ，Nice shot！ 来帮我看过来，你还想打我吗？哎呀，一个人也可以，总之说加好友，可是小编这礼拜就会把打过的删掉啦。那我这礼拜加你的话，还是会删掉再加新的啊，这样就没有，就是 Excellent， 这样的话不是加也不删嘛。Unstoppable！ 怎么被小编打死还这么开心？哦，挖鼻孔了，可恶！耶、yeah, ，我们这一队第一场就得了一个好彩头，这是16-21哦。不过没关系，对手也别太气馁，主要是上来同乐啦。好的，那接着呢，我们要来打第二场喽。那第二场呢，现在轮到我们的爆破模式喽。那今天的爆破模式，我们要来玩新的场景北方废墟。然后上礼拜其实小编已经有打过这张场景玩爆破模式，不过看起来好像这张场比较大，然后大家好像比较不熟，所以好像玩起来就像街边模式。不过希望今天就是大家在里面可以找到新的策略哦。好，那一样小编会在好友里面就是邀请还没有打过的粉丝哦。那大家记得要赶快回去你们座位上，不要邀请到的时候忘记按确认，或者是没有按到，那就有点可惜咯。好，来看还有谁没打过的呢？顺便来看看。我按确认哦，毛子。好，那现在剩下的我们就到公屏上面等玩家按加加咯。然后啊，在小编就是邀请这些好友的同时呢，小编要来预告一下今天我们的通关密语咯。今天通关密语呢是下一场我们要打的，下一场要来打的是感染模式，就是万圣节要到了，怎么可以不打感染模式呢？一定要来感染模式一下的啊。所以啊，等一下下一场感染模式我们要邀请 Twitch 上面的玩家来咯。那大家通关密语准备好了吗？我们先等西方拉面56先按确定，小编再来公布今天的通关密语。好的，那准备开战喽！然后今天的通关密语是什么呢？今天的通关密语就是即刻枪战万圣节喽！再说一次哦，即刻枪战万圣节喽！那大家如果有在 Twitch 上面收听的粉丝们，记得哦，就是小编现在打上去了，然后你们可以直接复制，就是用你们的键盘啊，就是选好你们的那些字之后呢，然后按 Ctrl C， 然后呢再进去，等下公屏上面小编再邀请大家的时候，然后再按 Ctrl V 就可以贴上咯。那希望大家这礼拜可以幸运都被邀请到了。好，那小编先专心打咯，因为你们嫩才还有杨玉安，你们两个都安安哦，加油加油！嘿，幸好躲起来了，差点。Well done！ 耶，结果小兵还是偷偷打到你了，加油！好啦，大家这场是爆破模式，记得去装炸弹，不要当街面模式玩喽。好哇、啊，那
对了，就是要跟大家说，就是啊，我们今天呢、啊，这礼拜三我们一样有推出特价礼包。那今天的特价礼包呢是巴雷特，所以喜欢打狙击枪的人呢，今天要记得把握时间咯，因为今天是限时大特卖，要记得赶快去入手哦。Headshot！ 哎，希望拉面五十六，谢谢你夸奖小编啦。然后，哎呀，怎么不是在这里面喊？不能在这边喊即刻枪战万圣节了，还没啦，要去外面，就是等一下在公屏上面。而且你已经打过啦，我们把机会让给其他人嘛。哦，真的吗？尊爵神之领域，你是第一次被小编邀请到吗？太好了，那就小编也很荣幸可以跟你一起玩哦。嗯，毛子，你觉得女的比较强吗？有差吗？都一样啊。还是就是你们比较习惯看女生那一支，不过可能是因为女生那一支的枪就是小编收藏的比较多，可是之前就有在那个玩家精英座谈会啊，就哎呀，等一下我先什么这个玩家 ，excellent， 哦耶，太好了，就是在 VIP 玩家精英座谈会里面有玩家提到说，就是小编每次就是拿点枪出来虐杀大家，所以小编这一支角色特地就是没有塞太多，就是没有放太多的点枪。就是尽量的用实力跟大家打，这样大家才会觉得公平啊，对不对？因为这样子我们是用很平等的方式在战斗，对吧？然后希望拉面五十六，你说电脑有点荡荡的吗？是平常玩的时候就会吗？如果是在直播的时候有点宕机，有可能是因为就是人数比较多，然后所以会有。哎，可恶，竟然没有留意，竟然踩到地雷啦！哎呀，你竟然还出来，嚣张啊！好，现在小兵已经没有命了，只能在这边偷偷观察别人了。好，没关系。然后啊，就是趁这个时候要跟大家说，就是现在目前还是有免费转蛋币可以拿的，就是在 FB 分享 po 文的话呢，就是每天都可以拿一颗转蛋币哦。然后我们这场防守失败了，呼呼。好，没关系，下一回合又是新的开始。所以，因为你们愣才刚才被小编烧吗？真是不好意思啦。哦，然后啊，啊对啊，还有就是邀请 FB 好友的话，现在还是有在送转蛋币的，不过已经拿过十颗的，可能就没有办法再。那还没有领满十颗的转蛋币的粉丝们，其实还是可以继续邀请你的好友进来，还是有转蛋币可以领取的哦。加油！真的吗？因为你们嫩才，你有分享吗？哇，这样子就可以拿到免费的转蛋币，其实就是可以邀请你们自己的玩家，你们自己的同学来玩，一起同乐，然后又可以拿到转蛋币。Excellent！ 哎呀，可恶，顾着夸奖你，结果我就被你打死了，因为你们嫩才。好啦，加油喽！现在目前还有一分半的时间，加油加油！夜市打破明星赛，不客气哦。夜市第一次跟小编一起玩吗？小编很荣幸跟大家一起打哦。哎呀哎呀，可恶，又死掉了。看起来小编好像今天就是早上忘了练习，因为今天小编太晚进来练习了，所以好像手感还没有抓回来。不过没关系啦，就是至少是有上来跟你们聊聊天，一起同乐，这才是重点嘛，对吧？啊，对呀、啊。然后每个礼拜小编都要来唠叨一下，就是记得哦，不要跟同学、跟朋友交换账号，因为还是有粉丝会回报说他被盗账号了。那你说查了之后才发现说，哎呀，他有在跟别人交换账号，所以请大家尽量呢，不要跟你的朋友、跟同学交换账号喽。嗯，因为你们嫩才。小编会上来练习啊，因为小编就是其实枪战就是这样子，如果你没有天天上来打的话，然后没有常常练习，其实有时候手感就会有点生疏。Well done。所以通常就是在跟大家即刻 live show 之前，小编都会上来打几场， Excellent. 就是练一下手感，免得就是一上来之后，然后就被你们电爆。你看今天就是哎呀哭哭了，又被西方拉面五十六给打死了。对啊，不过本来就是这样子啊，就跟读书一样啊，你有练习的话就是会表现得比较好啊，可是如果你都没有复习没有练习的话，当然就会慢慢退步啦、啊、所以小编不可以被你们打败，
要常常练习才行。哦，对，趁这个时候，小编跟你们说，就是今天呢，因为就是坦克战境在回复的关系，所以就没有特别就是安排坦克战境的时间给大家。不过小编要在这边提醒大家说，刚才呢，小编这边就是有收到信息是坦克战境已经完成今天的更新喽，所以啊，今天有改版喽，所以想要进去坦克战境的朋友们，记得等一下更新完之后有新的功能哦，那是就是好友桌。那我们开这好友房呢，就是可以跟你的好朋友一起邀请进来，然后呢就可以找你自己的认识的人一起同乐，这样玩起来会更有 feel 哦，对吧？那这礼拜虽然没有介绍，不过小编会在下礼拜就是用好友房的方式，然后邀请大家一起进来同乐。好的，那这一场呢，虽然是获胜，不过小编觉得就是手感有点没抓回来啦，不过不要紧，因为呢，等一下下一场呢，这一场我要打什么？这一场我们要打的是感染模式哦，万圣节的气氛现在开始。好，那一样我们来打荒郊锯木场好了，感觉这个模式人类获胜的机会比较高。然后呢，这一场呢，我们是把机会让给退群的玩家，所以请大家在公屏上面要打上什么呢？就是要打上即刻枪战万圣节喽！好哦，大家都准备打了吗？记得 Ctrl+C，Ctrl+V 哦。好，再说一次哦，即刻枪战万圣节喽！好，小编随机邀喽，小编就蒙着眼睛乱邀了，因为现在看起来公屏上面是蛮热络的，小编有时候追不到人，哎呀，去哪里？可恶啊，追不到。好，没关系，能追的就尽量追喽。小兵看看有没有哪些是完全没有看过的新面孔，赶快邀请进来一起玩咯。然后啊，对啊，被邀请进来的人记得不要手动邀请自己的好友进来，让小编主动邀请，这样子会比较公平一点哦，再麻烦大家咯。好，然后呢，啊对啊，退群上面的玩家记得不是在退群上面喊口号啊，在退群上面喊通关密语，小编是没有办法邀请你的，要记得就是在游戏里面哦。好，我们现在剩下一个名额咯，下好 OK， 那我们现在准备开战咯。好的，那现在呢，就是这一场啊，其实我们连续打了几个礼拜的荒郊锯木场啊，就发现荒郊锯木场感觉好像对人类比较有利的感觉，好像每个礼拜就是上来荒郊锯木场，然后人类常常就是找了很久一堆感染体都找不到人类，所以呢这一次希望感染体可以反败为胜哦，可以打破前几个礼拜一直以来都是人类获胜的局势哦。黄金元宇宙硬汉，你很烂吗？不会啦，怎么会烂呢？小编其实平常也没有特别强啊，就是也是平常有练习，所以才慢慢可以有进步啊。哦，笨笨枪血，你在拍片吗？好，那记得要把小编拍得漂亮一点哦，然后一边玩一边拍，记得拍得开心一点。哦，是有两个人在拍片吗？所以史塔克，你也是在拍片吗？有，现在感染体下是目前是没有动静的哦。黄金元宇宙硬汉，你是要加我好友吗？可是这礼拜打过的小编，下礼拜就不会再特别邀请进来打了，因为想要把机会让给每一个人都进来玩，所以可能就没有办法加你好友了呢。希望你可以见谅哦。哎呀，怎么谁在生气？哎，感染体，赶快来抓人啊，不要顾着开 party 啊。在哪里？在哪里？哎呀，怎么大家都想要？哎，三粉圆举若，等了三个礼拜哦，真的谢谢你对极客 live show 的支持哦。那终于幸好有邀到你进来，那也是很荣幸可以跟你一起来同乐喽。然后本国叮当史塔克，来来来，来抓小编。小编躲起来了，找到我了吗？幸好今天穿这套死神装有保护色，好危险，好危险！可是我怎么没看到奇怪在哪里？嗯，现在目前已经有三个感染体了，不过目前小编这边这个角度还没有看到任何一只感染体哦。
有一点令人紧张，这暴风雨觉得宁静哦。三分为主肉，换你被抓到咯。哎呀，谁那么得意啊？现在目前四个人类，然后四个感染体哦，然后只剩下半分钟，看起来这一回合人类获胜的机会非常的高哦。哦，可我不知道，在这边应该是很保护色，应该啊，有两只，完了完了，我觉得会被发现，我的 SP 没了，哎呀，被发现啦！果然逃不掉，而且竟然就是在最后一秒的时候我没有把持住，好吧，没关系，不过人类还是获胜了，看来小编还是预测准确，还是让人类获胜啦。啊，这一回合感染体要争气一点咯，一开始就杀给他个片甲不留吧。真的吗？本国叮当史塔克，你现在正在看退群那一台？不过他的声音会有点延迟，就是几秒，然后所以可能要稍微见谅，因为没办法，他是外国的平台，所以他不是即时的，他会相差个大概十几秒的时间。哎呀，不要射我嘛！你们为什么跟我同一队呢？还要开枪打我呢？这是相煎何太急啊！你们啊，找个地方躲起来，不要跟你们硬碰硬。现在感染体目前已经有两只咯，怕怕吗？笨笨枪血，别怕啊，人人都有机会变感染体，所以你们就是看实况，然后虽然是闲吃个几秒，可是因为实况有画面，所以我就算躲哪里你们都会发现啊，欸，很不公平欸，这样感觉你们超犯规的，不过没关系啦，如果就是十秒我都没有换地方的话，不让你们抓到也是我自己活该，所以没关系。啊，前一回合没拍到吗？不可惜哦，没关系，现在拍还来得及哦，因为现在目前11-0，然后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所以现在要拍片还来得及哦。哦，啊，王金元宇宙硬汉很想要让小编加你吗？小编也很想加你啊，可是这个礼拜打过了，下礼拜小编看到你的名字还是会把你删掉啊，或者是你直接就可能不邀请你进来了，也不是故意的，因为想说就是先让每一个人呢都轮着打过一轮之后呢，如果大家都打过了，我们再就是会邀请已经重复打过的粉丝站着会比较公平哦。好啊，现在是还有半分钟，然后人类跟感染体都各有四个人。躲在这里啊！可恶，我本来想说这边是常常就是让感染体抓不到的地方，想不到，诶，还是躲一下啊！不行不行，我觉得还是要换地方啊！剩九秒，我要把持住，我要撑下去，我不能再跟刚刚一样，在前一秒的时候失手了。哎呀呀，完了完了完了，我的血剩一点点了，是哎，太好了，有撑下去。好，然后那个 AHHWEN 吗？你要怎么念呢？小编不太会念。那加好友吗？可是小编加好友是为了要就是跟大家一起在这个 live show 同乐啊，所以啊，就是可能要跟大家说声抱歉，就是如果邀请进来，小编就不会特别再加你们好友喽。哎呀，我觉得小编拿这个镰刀出来耍帅非常的帅气呀，不过先就是在万圣节里面就是要打扮成万圣节的样子，这样才有过节的感觉嘛。诶，现在人类还有七个哦，然后只有一个感染体。嗯，小片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吗？所以现在哎呦，顾着检查我的麦克风，结果就失手啦。小编比感染体可怕吗？为什么？是长相可怕吗？山本原菊若，那就别跑了，我来抓你咯。大家别跑别跑，小编来跟你们玩咯。但小编好像变态哦，就是一直在找你们。好 ，Attack terminated。金元宇宙硬汉，好啦，小编跟你们讲一个算账不太好，就是因为小编是认名字。
字啊，所以如果假设你可能有其他名字的账号开上来，还是可以遇到小编，只是小编不建议这样子，因为这样子你的枪或你的装备又要重新就再整理一次，这样不是很麻烦吗？不过其实有时候还是可以上来试试看，因为有时候你按加加小编，有时候追不到人的时候，随便点的时候还是会不小心点到重复的人，因为可能真是没办法，那是不小心的，所以还是有机会进来跟小编一起玩咯。现在目前三个人类躲在哪里？只剩下26秒了，糟糕啦！然后啊，就是在推特上面呢、啊，有粉丝说通关密语忘了啊，今天的通关密语的这一场现在已经正在打咯，可能就是要下个礼拜咯，那要跟你说声不好意思咯。然后啊，还是有人希望小编这一拜可以邀请啊，跪求好加好友吗？真的是。劝就喂吗？啊，小编也很想加你们好友啊，可是就是在推举上面，其实小编看不到你们的名字叫什么、欸，就没有办法加你们了。好，那这一局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玩得够尽兴呢？好，然后节目就即将接近尾声咯，下礼拜小编还是会继续跟大家见面，那不知道大家对今天节目满不满意呢？如果有任何意见跟想法，小编也欢迎大家留言或传讯给我哦。那就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极客 Live Show， 祝每位粉丝都有个美好的下午茶时光，那我们就下周再见咯，拜拜。